呢间上个月先开张嘅法国餐厅，餐厅用咗2000万豪装，成间餐厅分为春夏秋冬唔同嘅主题，好似大门旁边嘅嫩绿草场，用咗玻璃天花板引入室外阳光嘅 greenhouse 就系春天。曾经喺 Pierre 同埋 Robuchon 工作嘅法籍星级名厨 Olivia， 新派嘅厨艺兼用法国、荷兰同埋南美嘅优质食材，好似烤荷兰肉眼牛扒。配红酒烩红葱、草莓啫喱拌意大利软芝士忌廉，配红桑雪巴，同埋用秘制香料腌味嘅五香烤吞拿鱼，配脆红葱牛油果酱，都系卖相精致、用料优质嘅示范，系铜锣湾区罕见嘅高级法国菜。